好，这是挑战25，就选这些选项，选这个些选项，试试看。等一下，那这个还没有破盾，还没有破盾的时候，就是用单点。没死。烦呢，没枪都没死。变成这一只无解，只能我要跳过来打，跳回来。立马被对打了。立马对打就很痛哎、欸。不可助你，助你去迟。
这边。先放他进来啊。投一下，人家可久等呢。就请他这一回物得斩到。往左边套可以用赌偷一下，搞偷一下伤害。每个都无方飞剑，我躲这里也危险，会不会打？人人无方挥剑时代就很麻烦了。神魔共此共，这我就不演了，不演了。见我们两个就在打到底，有攻不痛，神魔共此破。就这样，他还是会打到。有你轮到我了，补一发，可以。脚那么长，我没有，我脚那么长，吓死我！哦，这样一零好，这边至少就还算开通。骗他一回合，
哦，来了，快溜快溜！攻进来了，赌一下，看不会偷到，看谁先动，五百就重来。哎、欸，五成功，果然是他先动。就不能动，行、啊，我推。哦，他妈戳过来。先跑。超视金是没有了，光飞剑。他们冲过来，我是这，我是让这里逼过来就死了。应该还是要选见血，红武生这样变这边对付红武生失利。诶，这样好像可以全活。
要不要理下面这个就好了。往后边打到。对打了。斩掉他就好了，漂亮。我丢，曹气领命，丢晕死你！曹气领命，开始夹。神魔共死，有你轮到我了。全部夹攻，夹攻死你这风寒月。好，赢了，毒死你，没毒死。好，吃我夜明那边刀。好，25层那就过了。生死间，敢一搏？25层还是可以的。